我也蛮感谢就是保利金给那么大一个礼物，因为原本就预计就是年底要买一台新车，那保利金就刚好送了我一台车，让我可以省下一笔钱。那当初一开始以为是诈骗集团，是到后来真的有得到通知才发现说哦是真的，所以很像做梦一样没有办法相信。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的餐点，然后他们的服务，所以所有任何聚会大部分的时间都会选择在这里。这整个的一个脱冰式的活动呢，是从去年的七月份开始，然后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份，对，然后呢，只要消费满1000块，它就会有一张的摸彩券。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，就是我们每一个月它都会抽出一个 iPhone 的名额，以及一个我们那个餐厅的套餐券。然后一直到今年的三月，就是抽出这个冰式。我们这次的母亲节的话，它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的市政店保利金市政店，以及我们的保利金崇德店，以及威格国际会议中心，我们三家店同时都会推出，然后价位都是以最亲民的价格6600跟8800以这样的价格下去做推出。